当我故意对你有闺蜜很上瘾。你闺蜜还有多久到呀？还有半个小时吧。就半个小时了，你早点告诉我呀。应该怎么了嘛？我昨天晚上不跟你说了吗？你昨天晚上说也来不及了，你看我头发都没理，我现在怎么办呀？你又不是第一次见她，就讲究干什么？不是，那不是因为是小月吗？哎，我是想你有面子一点，我帅一点，你有面子，对不对？干嘛？挑战继续。玉楼，那个，你看我胡子是不是长了？需要刮一下。他马上过来了。你有病啊！我两百年没见你收拾过自己，他也来，你要刮胡子？哎呦，你我们俩天天见面，没必要刮，收拾自己干嘛？我们怎么就没必要了啊？你就不能研究一下我喜欢什么样子的？给我让开。哪里挡住你了吗？他急了，那再加吧。比如啊，你快看一下我这身穿的怎么样，你快看快看。哎呀别碰我。哎呀你快看嘛，你不是让我研究你喜欢什么呀？怎么样，穿这身好看吗？好看好看。那你闺蜜应该也喜欢吧。什么？哎呀滚开。事情还没有结束。比如还生气呢？干嘛嘛？干嘛呀？你要吃这个吗？怎么了嘛？这个不让我吃啊！你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，吃了会肚子疼。笨蛋！哎，小月，我给你买了你最喜欢吃的那个盆塔呀，刚刚好过来吃。来不及！咋了？小月，你们别过来，你永远都别来了。干嘛？哎呀，真是开玩笑的，别！挑战让女友以为自己是色盲，一人一份。我吃红提吧，谢谢。挑战开始。我说我吃红提，你还给我拿走了干嘛？我给你放那了，红提。这是青提，你在干什么呀？什么？我拿的是青提。你是想吃是吧？那你吃行吗？什么？我吃一个，就是红提。他急了。哎呀，你说什么是什么？我吃一个，我吃一个红提，好吧？你等我一下。咋啦？认真的问你啊！你好好说，他穿的什么颜色？穿绿色呀。啊？咋啦？那他呢？红色呀。你是不是有问题啊？今天为啥问这个？没事，你放心，廖姐，我不会不要你的。干嘛？我这个才是问题。多吃一点。事情还没有结束。你这么怪了？那个。啊！说的我好像快不行了。你吃点青提吧，乔碧罗专门洗的，还挺好吃的。嗯，可以吧？嗯。你这个是青提？不然呢？太想吃了。那这个呢？红提啊。啊！你等一下呢。它穿什么颜色？绿的呀。你看吧，我也说是绿的呀。啊、那它呢？红的呀。Hello, it's me. 你干嘛呢？你查这个干嘛呀？啊、我是个色盲啊！他还说会遗传给下一代，我都分不清绿色跟红色。哎呀！不会不要我，了不起？不会不会，哎呀，我不会不要你的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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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买点爱吃的雪糕。我买这干嘛？不能吃，你吃多了又要长胖，快走。哎呀，我吃一只不行吗？不行，我实在忍不了了，必须治治他了。故意当女友面说不想结婚。哎妈，哎呀，你不要催我结婚好不好？我还没想好呢。啊，对呀、啊，我们都还是孩子，所以我还不想结婚呢。啊，我去好好想一想。阿姨催你结婚。啊，那你怎么说不想呢？我没想好呢。啊，咋了？你睡了吗？哦，事情肯定没这么简单。你干嘛去了，碧罗？我想吃雪糕，就是买了一点，你要吃吗？啊，这效果也太明显了吧！必须展示一下。妈，哎呀，怎么又催我结婚啊？我说了还没有想好了嘛。啊？好了，我做清洁去了哈。嗯，去做清洁，你可以好好了解。妈呀！好了，我好好考虑一下嘛哈，先挂了，碧罗啊。
你等会儿吃什么呀？我给你做。哎呀，我们点外卖不能出去吃呢。咋了？太不行。咋了？你到底为什么不想结婚嘛？啊，我就是现在不想呀。你不想，那么做这么多事情干什么嘛？你还不想跟别人跑？那你至少现在是拥有我的呀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以后真的不想要我呀？哎呀没有了，你不要想那么多，我们先吃饭好不好？吃什么吃啊？吃饱了。啊，玉罗，生气了啊？我跟你说啊，来不及，我现在觉得最适合你的人，现在多少人没有对象，你还不知足，真的。而且以后我又不管你钱啊，只要你对我好就可以了。但我确实没有准备好呀。你不要太过分啊！咋了嘛又？为什么嘛？啊？那你准备好了、啊？那你准备好当妈妈了吗？当我故意忘记女友的晚安吻时，咋了又？我想睡觉呢。你睡呀、啊，装卸了你就睡呗。不是。啊，这个嘴上有东西吗？你又给我装晚安吻，快点。啊，我没刷牙，我先去刷牙啊。战术性拖延，战术失败。你干嘛？亲亲呢、啊？再说，哎，我帮你。这也太积极了。现在可以了吧？啊，来来，哎呀，不行。又怎么了？我没洗澡呀，我。就亲一下，洗什么澡嘛？快点。不是呀、啊，那谁知道就亲你一下呢？我先去洗澡好不好？你等我一下、哎、啊啊！我先去。事情还没有结束。你干嘛呀？啊！提醒你快一点。好哦，你要一起洗吗？需要跟你一起洗。哎，他害羞了，果然还没睡。你干嘛呀？我等你亲亲呢、啊，快点，我要困死了。啊，来吧来吧。哎呀，我有个事情要交代，等我一下，再等我一下，再等我一下。我快把这孩子逼疯了。你干嘛还没睡？我等你亲我呀。你是怎样啊？啊，让你亲一下这么难吗？我这么难你做错了吗？道歉吗？我拿这个道歉没有呀。那为什么不亲我？哎呀，我就是累了。累了？那你别动，我自己来啊。你把你刚才说的话你再说一遍啊！说就说，如果在你手机里面刷三条视频，有一条是美女的啊，你就死定了。如果没有，没有呢？随便你，随便我啊！你说，视频为证。现在开始，一条，两条，啊，三条，有吗？啊、嗯，有没有美女？没有吧？不对劲。完了，这是在看我历史记录啊！吃什么呀，兰博基尼？我看车呀，兰博基尼。你确定你在看车？不然呢？我本来就想看车，他挡住了还，还耽误我看车呢，还。哎，兰博基尼啊，你看这么多车，你要买啊？我有了呀，而且是免费领的。嗯，有这么好的事情？对呀、啊，在 QQ 飞车手游呀。你什么表情啊？我还以为你真的买了。我买它干嘛呀？我又不出去浪，对吧？现在不对呀、啊。咋不对？喜欢看变装美女，是不是不正常？你在说什么呀？我看你都看不够，那我还怎么去看别人呢？你要是真的喜欢看我，那啊？我不拍，发了给别人看，我不得劲儿。给别人看。那就一个字，真的、啊、那可以。开什么呀？有什么音乐？最近好像挺火的，那个叫不解开蝴蝶结。哎，对，好像很多小姐姐都。你不是没看过吗？我是在六十多手机里面看的。我信你猪都会上次。哪儿去啊？我们要拍视频呢。玉罗，真不拍了。不拍，出去。哦，我出去了。我解开蝴蝶结，你对我任何要求我都不拒绝。